我做了，再来一道。现在我那边了，现在路都要比，都是我记得那里，现在嘛，现在路包机票都没得，现在路新来了，留在江南边批发，朋友，我今朝再把那边了，都要是他多加点不，你看评价吧，怎么样？ 我就知道你呀嘛，比如说，他比较会别的，就知道主管大话的。哎，都是听我的，你这个一个我听到你呢，从广州啊嘛去的，你这个一些垃圾，小垃圾、气垃圾啊，这些这些的啊嘞，哪怕这样垃圾，你也是带你，这个比这个多漂亮嘞，就知道你呢嘛，看啥话嘞？哎，你六月到你过后，那一天澳洲的在，六月什么因为呢？气垃圾、气垃圾啊，哪怕哪怕这样垃圾，都你呢？ 啊，比你妈那个，你莫别提，不能提，讨厌的，伢一跳过去，那谁来那去的？这个有几个路，多加一个几个车啊，啥的，行不行？看到没得？看到路？马哥，大大，你不也是？俺们那个路上呀，早上那个地方被人家污染，土方面会好多污水的。 我等你妈那边了，结果等你妈那边了，等下自家多加点不，别再被家伙办的怎么样？走路，走路，你在哪里？你跑的哟？在哪路？公园路路路的，就是这条，到家就完了。 你老人家，你妈逼死我了！傻逼了，阿里呢？死逼了！再不问没说嘞，不问了，你给他出家来了，现在。那老，哎，羡慕的，羡慕的我啊，在那里呢，住，都住，就住天桥，老家也住个城外。